先停一下，我们先近距离带大家看一下啊。你看这个狗，看到没有？就在这里。你看这个狗的样子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铁链，粗不粗？现在它已发现了我们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稍微近一点啊，走。喂。再把这个镜头放进，走，喂，走走走走走，喂，喂，好好好好好，喂，太凶了，看到没有？看这个狗的这个耳朵，看这个铁链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狗的？你看它这个身上看不到什么毛发的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前肢。这个就是狗主人啊，现在过来了。你看这个狗变得特别温顺，看到没有？我得干不干烤鸡？干干。哎呀，我不干的，怕。啊？我们带大家看一下，刚刚这个狗主人的话，他说他在这个跟前的话，这个狗的话，我们摸都可以，但是还是不敢。你看这个狗的这个样子啊。啊，我们从这个正面看这个狗的这个模样，看到没有？看它这个身上的这种毛发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前肢，看到没有？当时这个狗就是花10块钱就卖回来的，啊，老板，这个狗当时就花10块钱就卖回来。嗯，对。但是它的耳朵那么好笑的耳朵。太大了，我把它剪掉了。剪掉的。嗯，对。自己剪掉。嗯，对。哇塞。太大太长。我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它这个耳朵特别大，是吧？对对对，特别大。哇哈，我们把这个镜头放近，你看它这个耳朵看上去特别小的，看到没有？看这个样子，看这个铁链，哇，好凶！我不敢靠近，我不敢摸。你敢不敢？我不敢。啊？不敢？太凶了。喂。啊，大哥，就是它的皮是吧？你看它的这种肌肤，看到没有？M 成的皮子，你看。哦塞！你说带脚上爬了，天天结果也不成。嗯。它就睡到这个地方的是吧？嗯。哦。那就是爬它爬爬不爬它伤到人呢？爬不爬？看你防御啊，到什么防御？跳起就什么样？一般僧人到这个地方他就会汗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它不汗，咬人呢。咬人啊？嗯，狂还咬啊。哇、哦、塞！但是只能到顶梁，就只能到顶梁，再一块到顶。啊，只能到这个地方。嗯，但是但是他特别听主人的话，这个狗听话。但是看到陌生人的话，他就特别凶。烫一个监控器。烫一个监控器啊！监控器都买得很，哇塞！看。他就监控。这个主人把这个链子已经松了，看到没有？他立在面前，他就不会攻击人。啊，那如果说你现在不在面前呢？不在面前，玩就动都不敢动，就不动啊。不动还是没关系。啊。但要是一动哎，动啊，那你他你们放出去他没关系啊？没关系，他马上就我试了的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哦。他方便的就自己回来的，他不难跑。嗯，不跑。那我手里马上就来的。就这家伙巧呢。嗯，你看看我手里的跟着他就来的。他带他们母亲花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刚刚主人说这个，把狗放了之后自己撒尿、拉屎了之后自己就会回来。我们看这个狗自己会不会回来啊？这个狗的话回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这个狗真的很听话啊。啊，看的，你我你们国内对吧？来的呀，摸我就不敢摸的。你摸出来五六百斤。啊，你看这个铁链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。
这个地方不怕它挣脱吗？这个地方。双是冲铁丝。地里只有。双是冲铁丝。哦，双的啊。嗯。你第二木抽一下哈，它带着咱了。哦。嗯。它带一个黑粘子。嗯，专门带的。哇塞。这个狗还是特别少见的啊，有没有认识的？我们就先拍到这里啊，这个还是特别危险的啊，大家不要轻易模仿啊。